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70集的节目。今天来大家聊聊这一款 Kingdom 系列所推出的指挥官级的 Rodimus Prime、台湾的话呢一般还是叫它落地文，那大陆的朋友们呢称呼它为补天士。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在开箱之前的话呢，我一定要特别说一下啊。首先这是一个3C 版本，我自己呢从大陆的网络上呢去拍下来的。那我先说一下两个故事啊。第一，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洛迪文这个人物啊，从前的节目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这家伙上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再来呢是呢，这款玩具的话呢，在台湾的定价啊，标准定价应该是3499吧，台币大概是3500块钱还是3400块钱左右。那预定的时候呢大概是2600，后来的话呢大量砍单啊，据说到货量呢是连1/10都不到。那么很多现货啊，网络上的现货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实体店呢也很快就买不到。那么我自己的话呢买不到是无所谓啊，那预定的呢没有到也就算了。那网络上的话呢，我自己是盯网啊，就是一直刷网拍啊，就刷了两次，有两次都刷到了啊。但是呢第一次的话呢刷到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个卖家呢还有卖犀牛，我想说连犀牛一起买，那我跟他说我一块买吧，那我钱直接转给你了，就不用透过这个网拍系统，我直接转给你行吗？他跟我说好，没有问题。结果3个小时以后呢，他跟我说东西被人买走了。好吧，那个反正我系统没下标啊，我们只是私下讲好，你不认那就算了。那么第二次的话呢，是网络上突然我也是就闲暇就刷一下，刷出一个，那还是虾皮优选的卖家啊，就瞎了虾皮优选的一个卖场，我觉得 OK， 我看到了，刷了下标，结果10分钟之后他跟我说呢被人买走了，不好意思，那我都不知道，那我刷这个有什么意义？我都已经下单了，你还是第一次私下聊，你口头答应，但是我系统没有成立，那就算了。第二次的话呢，我就系统给你下标了，你还是卖给别人啊，我也只能说。这个是增加我对洛迪文的厌恶感而已啊！不行啊，不能算到他头上了啊！这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状态。就这个家伙呢，现在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买到。那我实际上在大陆的网上买的话呢，这一款的话，我是人民币699块钱去拍到的，换成台币也差不多就是2950块钱，那加上运费300多，反正就台币算起来这不3250，把它给买到了啊！那目前我上网去查了一下最新台湾的网拍的一个价格呢，这个家伙是3999了啊。那这款玩具的话呢，其实它是以车形态作为包装，但是我们节目呢通常是以机器人做开场，所以呢我还是先把它呢变成它一个所谓的机器人搭载着一个基地台战斗的一个场景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它有一些佩戴的一个特效件，特效件的话呢通常都是软胶部件的啊，这个的话呢一共可以分成3个部件，这个组装上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我这个拿到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上面已经有一点点的出油了啊，摸起来的感觉还真的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舒服了啊，就这个的话也这个话还好一点，刚刚那个的话就感觉比较糟糕一些。那配件的话呢还不止这个啊，还有一个领导模块用的一个特效部件，以及还有两个这个是火焰的一个特效，这个是变成载具之后会用到的。总而言之呢，这些配件的话呢待会的话呢能用上，你们各位看照片也就知道了。那么人物的话呢是握持住这2个部件啊，所以其实你拿起来这样晃的时候呢，人物也没那么容易倒，只要他的两手有抓稳的话呢，这个你要让他拿起来飞啊，再这样子玩呢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的话呢就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后面这个货柜的部分。货柜的话呢中间有一个这个转台，这个转台的话呢它的根部呢是有一个拔叉的一个部件啊，从这个地方。那平常如果你要收纳进车子里头的话呢，它是稍微转向一下啊，稍微转个方向，尽量的把它的体积呢给缩小，就能够顺利的收到车子里头去啊。上方的话呢有一点烟熏的涂装，但是呢这个银色的这个部件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缝合的部分呢可以说是比较粗糙一点啊。严格来讲的话，这一款玩具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它的一个做工非常的不精细啊，各种涂装没有到位，缝合线水口什么的、啊、其实是比较不及格的。以这种价格来入的话，
啊，不要说我这个是多少钱买的啊，反正这个照它原本的定价来讲的话呢，这个价格都是不太正确的。那这个部件的话呢，你看这个也可以打开，其实这个打开的部分的话呢，都可以去收这一些啊特效件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放进去。当然，它可以收纳的部分呢不止这里，它还有一个这个啊根部这个地方啊，不对，在后面这里。这里还有一个抽屉啊，一样可以拉开的。它里头的话呢，都是可以收纳一些小配件的。各位明白知道也就可以。那这个的话呢，只需要两边把它合起来。但是合起来之前的话呢，我会建议呢，先把这个部件呢给往上面推上来。这个部件推上来的时候呢，这个部件啊，这里往上推的时候呢，它是会稍微卡一下，会有一个声音呢，比较大声一点。然后这里是有个倒钩的，这个倒钩呢，两边呢再靠上去啊，卡进倒钩里头。那正常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密合度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啊，给各位展示一下这里好了。它这里是有一个像是液压管一样的一个设计啊，可能是它这个货柜呢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盖下去，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变成了它的一个后面一个货柜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呢来看一下。这一款吃到了，或者是取得了领导模块之后呢，整个长高之后的 Lodimus Prime，相较于之前 SS 系列推出的这一款，身高高了很多。当然，整个人的五官啊，还有这个身体的线条的话呢，都更加的成年化了。那作为一款 Commander Class 的玩具的本体的话呢，我们就一同来看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的话呢，它有一个特效键哦，是把领导模块呢发出这个一个蓝色的光芒啊，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代。那么它这个领导模块的话呢，我的握法呢是会用拇指呢去把它给勾住。你要用食指勾住的难度，我觉得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实际上你要把它拿稳的话呢，还需要练习一下。它的这个特效键的组合的话是扣在领导模块的两侧，是这样子啊，是把它给这样子扣进去的。那平常这个领导模块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了，它是一个塑胶键呢，还是各位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黄色真的是有点是屎黄色吧，真的并不是这一款的涂装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地方胸口把它给打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领导模块的话呢，再次的给放回去，就恢复它的一个正常这个站立的一个形象。它的脚后跟呢，是这个脚后跟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只有另外独立的一个部件，所以它的一个站立性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点的。那武器的话呢，有两把，一个是一把大剑。那大剑的话呢，这个握的话呢，是直接要手去抓住啊。它的一个手指的话呢，它的一个食指是有另外单独的一个可动，另外三指的话呢是共用一个根部的关节，这里有一个弧形。那握的时候呢，是真的是这样子把手这样子这个武器的话呢给放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手给握紧了。这个刀的握持的力度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感觉是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枪的话呢，在变形成车的时候呢，有一个收纳的方式啊。那平常的话呢，是一把大枪啊。长大了嘛，这吸收了领导模块之后呢，这个枪的长度也变大变黑了啊。那这实用性怎么样的话呢？应该是还可以了啊。但是里面是空心的啊，这个可以啊，握紧。其实这个枪的话呢，没握紧的话，好像也是不太会掉。这个是它的一个武装之后的一个形象。那我们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些细节。这个我只能说，你会看到很多的涂装上面的一些小问题啦，你看了吗？这边溢漆的状况还是有的，然后这里也不是说涂得非常均匀呐。那如果你要安插武器在上面，这个的话是结合货柜用的一个卡扣啊，然后后方难得没有偷胶是比较 OK 啊，然后脚的一个收纳，脚的变形有点意思啊。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是尽量去把它压下去，然后边边角角其实看得出来，细节的处理是真的是有一点点需要加强的啊。然后这个胸口的话呢，我是看网络上看了一些人的开箱啊，有一些这个地方确实是蛮危险的，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完全光滑啊，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凸出来。比较没有那么样 OK。待会变成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更可恶的地方啊，我可能会再跟各位做个说明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涂装算是它最大的问题，关节的紧实度呢倒还好，玩具的分量呢也还 OK 啊。面雕的话一如既往的一个算好看吧，但是变成一个老人的脸孔。银漆的话呢，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我觉得还算好看。头盔前后的一个居然有色差啊，这个已经不是分色，绝对是色差的问题，前后不一样啊。以一个反正这个
价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涂装是真的是有点小问题啊。可动的话呢，拳头的话是可以往内折一点点的，那一样是可以做一个转动，没有问题。为了方便我们这做一个领导模块拉开的动作，这个手的可动的话呢，倒是有给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方便了。裙甲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打开，前面的话呢，看上去可以，但其实是不能开的，因为它是整块一起动，这个也无所谓了。那后方的话呢，这一带啊。踢开之后里面整个是平的，没有任何的造型，要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展示吧。脚的话呢，有一个外摆内收的一个关节，分量感还是不错啊，玩起来的一个感觉不算差，不算差，就是细部的一些涂装啊，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有点需要吐槽的。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这一款指挥官级的 Rodimus Pride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我习惯呢先从手部开始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呢给解开来。它手这个地方这个变形方式哦，有一个浓浓的第三方的一个感觉啊。这个地方翻折下来之后，把它整个侧边给打平。打平之后呢，把整个部件呢做一个旋转。旋转到这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凸，把它给转进来，放进这个拳头里的这个洞。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你拳头的话是一定要握紧，不握紧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收进来啊。手的话呢暂时到这里，这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把这一块部件呢给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整片部件推出去，然后必须先把它给转正，转正到这边推出去啊，到这里整个面板的话呢已经组合起来，然后翻折往上翻折过来到这边，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凸跟凹把它给盖下去，手臂的话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背包的部分呢有三层啊，不两层，一层打开，那么第二层的话是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给打开来，这个地方打开，打开之后这个部件呢做一个翻转啊，先到后面去吧。再来的话，我们把前面这个部件的话呢往前面推出来，整个的把它的这个身体这个部件呢往外给搓出来，搓出来之后的话，两手先往上举起来，看到这有个转轴啊，这个地方把它呢做一个只做这个地方的旋转就可以了啊。只转这里，好，转到这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啊、胳膊啊先给处理好，这个地方把它整条把它给拉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松开这一块啊，这里你只要往外搬就可以了。然后呢，整个手臂是往上做一个伸展，然后自然的往下下垂，暂时到这就可以了。两侧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是转动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了啊，两侧。但是呢，先不急着扣。我们先把这个头的话呢给往上翻上去，那往上翻过去啊，这里躲上来到这儿，然后呢在这里头啊有这两个部件要记得翻出去。那这个翻出去啊，跟各位提一下，这两块部件啊有可能会掉，你在某一个特定角度的时候是会把它滑出去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先按住一下往外推啊，它基本上就不会掉，你只要推到外面它就一定不会掉，它就已经跑掉了啊，它就那个缺口已经跟它脱离了，所以绝对不会掉了啊，用力弄还是会掉了啊，但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变形方式啊。手臂的话呢暂时到这里，基本上形状已经差不多出来了。接下来变成脚，脚的变形更简单了啊。首先腰部旋转180度。旋转180度。好，转180度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把脚给缩短了。那脚缩短就先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里头有一块这个轮子这个部件。轮子翻出来啊，看到轮子在这露出来，造型不错，但是抠出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用塑胶的韧性啊，硬是把它给从里头给掰出来。掰出来之后的话呢，到这儿啊，这块部件还可以再往外翻，我们还可以往外翻，整个的给往外翻出去。翻出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做什么呢？把这个脚呢开始做一个缩短的动作啊，就直接的，你看有个松动关节，这样直接把脚往上搓，搓上去就可以了，直接往上啊，不对，这个部件啊。要先推出来，把整个脚往上搓上来，好，将腿部呢做一个缩短到这边，好，整个缩短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这块部件啊，这块部件先不急着压下来，要先把这个部件盖过来，盖过来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凸在这里，要跟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到这才把它给扣上啊，啊，咔的一声非常清脆，然后这个脚尖跟脚后跟啊，就直接往后面放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地方的话呢，出拿到的时候呢，是说明书这个地方看是比较看不懂啊。总而言之，先把后面这一片给打开，脚的话呢往前面推出去啊，腾出这个空间。然后这一块红色部件呢，它是连着这个轮子啊，我是用一个塑胶的韧性的方式呢，把它给往外弹出来。弹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往外面推出去啊，继续的往外面
翻出去，它是透过这个黑色这个部件啊，它是可以再往外整个翻出去的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脚给进行一个缩短，看到没有？就是脚，这样直接的把它给缩短，缩进来。好，缩进来之后的话，我们把这块部件推过来，这个凸到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到这边记得把它给扣上去。那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是没有扣到的，所以一开始的一个轮胎的滚动有点小问题，就是因为这块部件呢没有扣到位。我们把它稍微对一下，因为有点黑色，有点看得不是很清楚。OK， 好，扣上了。都扣上之后的话呢，这个脚后跟放下来，两腿的话呢中间有一个结合卡扣，就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那基本上这个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啊，最后就是把这个手啊，这个钢手臂，这个时候再来做一个结合，这中间有个结合卡扣。那主要变形的话呢，可能手比较，手在中间这一带啊，就是记得就是它有一个伸长，变成车的时候是往前面尽量延伸，变成人的时候是往内反折一折啊，这样子就大概记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然后中间这个地方这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后方这个这里上面有一个盖板，这个记得把它给 match 上去啊。这个它只是稍微放上去而已，并没有说能够完全的扣上。然后就是把这个车子的这个前面啊这个地方有个结合卡扣扣上，然后后方这个地方啊，这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个就非常简单了。最后的话呢，来这个地方扣上，前后的一个锁定都完成了。然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扣过来，它一样还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啊。整个变形的话呢，算得上是有趣啊。然后卡扣的话呢，虽然比较多，但是也不算难找，算得上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变形。最后的话呢，又跟各位提一下，它的这个轮子的话呢，是可以往内推一点点，变成车子的时候，记得是要把它往外面拉出来。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增加它轮胎的一个着地性。如此一来，我们这一款Kingdom 系列指挥官级的一个 Rodimus Prime 就完成了它从机器人到一台非常炫酷的未来跑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我们呢，先把它的武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搭载。它的一个大枪呢，反折之后可以扣在侧边，当然你要扣在另外一侧也是可以的。然后底盘的话呢，有一把这个大剑直接扣在这里啊。它的大剑的话扣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可以交换两边，你看你想要扣哪个方向。那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可动的啊，是可以完全正常的一个移动的。那这个扣在上面比较难看，而且呢它明明就有一个货柜啊，所以这个呢到时候你也可以放在货柜里头，或者是你要把它扣在一个车子的顶部，我觉得可能也不算难看，比扣在侧边还要来得好看啊。不晓得为什么说明书要示范是扣在侧边。Anyway， 这个武器的话呢，绝对可以收在货柜里头啊，就不用特别去烦恼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呢，作为一个这个是算是86年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有前卫概念的跑车，它的这个车头啊，可能变成补天式之后，是不是前面这个地方会顺的比较短啊？我记得在那个热破的时代，好像前面会比较长一点，还是说两边都比较长，只是这个玩具真的是做短了。然后可以看到一个车子的一个隐蔽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做的还算可以。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这个后面的这个机翼啊，不对，这个尾翼是不是，如果有一个角度是不是好一点？而且它本来就这么平啊，我怎么觉得看着是稍稍有一点点小别扭了啊？然后呢，给各位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涂装啊，就是银漆的话呢，就银漆还算可以，其他的话这个黄漆的部分呢，我真的觉得是堪忧啊，特别是等一下组合的时候呢，各位你就知道了啊。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给它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状态。那么最后给各位就是讲解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啊，上面的这个卡扣的话呢，就是要对应到这个地方。那这个货柜的底盘给各位看一下，完全没有任何细节的刻画啊。后半部的话呢，真的是做的比较简陋一点。那你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呢、我都有点担心啊，是不是会有一个刮伤啊什么。那这两片有弹簧部件倒是不用特别担心，我们直接把它往后面退，你只要往后面退到底啊，推到底的话它会自动的去卡住这个位置，基本上就不用特别去烦恼。那整个一个滚动性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正常的做一个拖动。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 Kingdom 系列指挥官级的 Rodimus Prime 的一个最终的形态。当然的话呢，这个特效件呢我已经把它给装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黑色啦，
你为什么不用水蓝色呢？这个之前这些特效件啊什么的，你不是有蓝色的吗？为什么，突然就不用了呢？然后后方的话呢是可以打开啊，这个部件的话可以顺势的给放下来啊，你是可以放一些车子进去的。比方说这一款啊，这个也是属于现在官方 Deluxe 等级的玩具，还是可以把它给正常收纳的。那里头的这个大炮啊，我是把它拿出来，你就可以收纳车子。那么呢，这个说明书是还有提供了一个这个扣在上面的一个玩法，我是觉得比较蠢啊。我的话还是会习惯，是干脆把它收到，对不对？收到这个货柜里头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点。那么呢，其他的话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东西的展示啊，那这个有点比较容易去碰掉啊。这个转的是就朝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就行了。然后它有一个，这最后提一下这个部分好了，这里它这有一个类似抽屉一个东西打开啊，这个一样也是可以收纳一些简单的小型的特效件。那它的话呢，我就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特效件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简单的放法，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放下去啊，到这边，结果在这个地方居然不好放还是怎么样？好，然后这个火焰，这个黑色的这个特效啊，其实它如果是水蓝色的话，真的会好看很多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弄黑的啊，不然的话，其实它这个地方是稍微的感觉是稍微单调了一点。如果你是用蓝色的，真的会好上很多。你用黑的吧，就。也是有一点效果，但是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那其他这一些什么什么兵器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如果只要你能够放得下，包括前方这里，里头一样可以放一些小型的一个配件啊。当然你要稍微去收纳一下，如果盖不下去的话呢，你就换个角度，一定有一个可以放的一个地方。真的不行的话呢，就把它丢进货柜里头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款 Kingdom 系列指挥官级的 Lordimus Prime。如果当时的2600块钱的预定价格拿到的话呢，今天这个把玩下来，我会觉得它是一款还算及格的作品。但是以超过甚至已经超过 1.5 倍左右的价格来入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你应该会把它气得非常想要把它摔在地上吧啊。它呢变形的话呢不算很差，但是呢缺乏了大开大合的爽快感啊，有一点点像是第三方那种操作的那种细部的小手感了啊。那塑胶摸起来的感觉呢有一点点粗糙，有一些倒角的处理没有到很好。那最糟糕的还是它的一个涂装上面黄色的漆面啊等等啊都是很多的覆盖，并不是非常的好。然后我拿到的特效部件呢已经是出油的状态了，而且未来它应该还是会出油的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就是 OK，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 Lordimus Prime， 那我没话说。那我自己对这个人物本来就没有很大的好感，但是呢冲着我没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带货柜的 Lordimus Prime， 我的话呢还是咬着牙呢把它给买下来了啊。那就利用这一集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严格来说，以我这种台币3200块钱来买的话，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作品。那买不买端看个人的经济能力了。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